怎么能没有音乐呢？要毕业了，大家都听好多跟毕业啊、学生时代有关的歌，什么《同桌的你》啊之类的。我们公司不是恰好有一位音乐人吗？啊，王冕也创作了一首歌曲送给今年的毕业生朋友们，但是呢，他又不想自己唱，这不留恋来了吗？啊，所以呢，留恋的搭档其实也来了啊。咱们一会儿会欣赏到王冕和 Mr. Miss 整个乐队一起的表演。让我们掌声欢迎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艺术团的朋友们。那我们就掌声有请吧。同学们，恭喜你们毕业啦！你会听到老师欣慰的说你告别了青涩，你会听到同学期待的说你记得联系我，你会听到爸爸严肃地说你妈有话对你说，你会听到妈妈开心地对你说，以后没有生活费了费了费了，谁让你毕业了毕业了，宝贝你毕业了，好日子到头了。我听说今年他不太好找工作，自求多福了。就在城中村下地铁转两趟公交车，你会抱着室友表达着你分别的不舍，你会怀念他帮你签到让你安心的逃课，收起沉重的行李离开思念的宿舍，你的室友会在门口认真地对你说，真的要走吗？你一个人走啊？谁让你毕业了毕业了，但是我们却都成功保研了，离开的就只有你一个，我们说今年不好找工作，所以我们从不逃课，以后你旷工没人说老板我在这儿。你会如愿以偿找到了你真心小心翼翼摸索着关于职场的规则，你会怀抱勇气挑战着无法胜任的职责，你的老板会在你的工位耐心地说，小王啊，是谁让你毕业的毕业的，到底是哪一个允许你毕业的，堂堂的985本科的毕业生方案像小儿科，我看你这英语水平以后咱就别走楼梯了，因为你走楼梯啊最多走三级，过四级就够呛了。你会过上简单心酸的生活，
会精心挑选能打折的场合。去哪儿吃打折呢？你会专门带上朋友去吃那一家火锅。去哪儿打折？然后听到服务员会上来对你说：“先生，您这你这学生证打折，您这您。”毕业了，毕业了，学生证过期了，没有优惠了。但是我们可以为您免费的送上一首歌。One, two, three。所有的优惠说拜拜，所有的演讲说嗨嗨。谁让你毕业了，毕业了，毕业了，毕业了。我曾彷徨过，彷徨过，迷茫过，经历过，也跟你一样被之前毕业的人笑不过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谁让我我说再见，请所有的嘉宾上台。好美味，我们下期专场再相会。